好的拉丁舞形态 zigzag。 一，把重量放在脚掌上。二，向后伸直膝盖。三，骨盆向前移动。四，关闭肋骨。五，胸腔向上向前。六，头向后向上。再来一次。你学会了吗？创造好的拉丁舞形态 zigzag。 一，把重量放在脚掌上。二，向后伸直膝盖。三，骨盆向前移动。四，关闭肋骨。五，胸腔向上向前。六，头向后向上。再来一次。你学会。